我们现在在义乌的马路边，我们找个西瓜吃。这个刚才吃了几口，我发现现在的西瓜都特别甜，你知道。这西瓜，这是一半的一半，四分之一个西瓜。他那里有一个一半的，太大了，我怕吃不了，就没买。正好有一个这个四分之一的，所以说买这个。看这大块吗？这块你知道多少钱吗？6.6块。挺合适的，是吧？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吃点水果的好啊。天天喝饮料，那个饮料是好喝，但是你喝时间长了也是感觉那什么，还是吃点这水果之类的东西比较好，是吧？我们今天继续赶路，然后后面可能要赶路赶这么两三天三四天，是吧？正好是这样。我这一路上，我这个勺的使用率是最高的。